指挥人敬酒的同时呢，也邀请在座的朋友呢，可以斟满您面前的酒杯。在我们新人逐一在面前答谢的时候呢，可以举起您这幸福满满的酒杯，祝福着他们。而今天新人呢，很用心的准备了非常多丰富的活动以及乐团演奏，就是要让现场的嘉宾可以有一个宾至如归的最高荣誉的享受。在这边呢，我们也介绍一下我们现场的乐团。同时呢，我们立法院、总统府还有外交部国宴指定乐团。今天的组合呢，竖琴是由我们的徐老师，也请在场嘉宾，我们用你的掌声来恭喜徐老师。紧接着呢，旁边的大提琴演奏是我们的王老师。非常帅气的一位男士哦，是我们的小提琴李老师。今天的乐团呢，真的是我们新人重金礼聘的雅风音乐乐团，在这边呢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，要与在场的朋友一起分享。如果在座的朋友呢有非常喜欢的音乐呢，也可以直接到我们台前跟老师直接点播，相信呢有你一同分享，一起参与今天的戏。